Hello， 家人们，护肤时间，这段时间出差比较多，南北方飞来飞去，而且加上一直吹空调，我的脸就会有一点敏感泛红。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救急神器，这个是理肤泉 B5 面膜，这一款呢是他们家之前的 B5 面膜的升级款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针对泛红呀、日常包包比较多的朋友们非常适合去用它，长期使用可以让你的这个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，而且像日常包包印比较多或者是暗沉、经常熬夜的朋友们可以去坚持用它，这个就是用久了，一个是会让你的脸皮越来越厚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不会容易脱妆了。现在咱们敷一下，这个时候呢就要夸一下他们家的膜布了，真的很舒服，因为它是那种流体膜布，所以说上脸会非常的亲肤，而且贴合脸型，也不会掉。多余的精华呢也不要浪费，这可以放心的去敷，而且不会闷包包。然后这款呢是 B5 修复霜，也是他们家的，我最近在用。这个呢就是针对日常突然间的爆痘啊，或者是局部有一些干燥的地方，点涂就好了，也非常的容易见效果，就属于一个急救神器吧。呜，敷好啦。第二个给你们推荐的呢就是潘婷的深水炮弹发膜，这个是我已经用了大概两三年的。为什么说我的发质这么好？因为我一般出行都会自己带自己的护发素，这个就是小小一颗超长的头发用的是非常足的量。这款调香师的香水，这款叫裸鸡，他们家主打的是一个美食调，前调呢是香草，然后中调是黄葵，尾调是麝香，是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奶香味，但是却不甜，所以很适合你在出差的时候，因为你在外地总有一种飘，但是你一喷上它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味道，我个人也会非常的喜欢。